那日你明示震碎，我便有所怀疑，我早该致忘记他。罢了，韩光君，夷陵老祖究竟用什么蛊惑了你，让你如此善恶不辨，是非不分？这魔头驱凶师，抓智头，练邪功，你竟然……凶师非他驱使，世家小辈也非他所擒。没错。阿爹，是真的，他们是来救我们的。小孩子不要乱说话，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？夷陵老祖还救你们？魏无羡，你还有脸笑？这十多年来你躲在暗处干了多少阴损脏事，沈风尊惨遭分尸，莲芳尊夫人被逼自相，青老宗主马上疯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搞的鬼，如今又害得莲芳尊重伤。哎，停一停，饭可以乱吃，罪名可不能乱安，这么多我忙不过来。魏无羡，别的罪你不认，穷奇盗劫杀，血洗不夜天，你可还不认？就是，千人血债，万死不能赎清。誓不悔党，誓在心上。我父母惨死你手，我儿中你诅咒溃烂身亡。我来此不为别的，只为证明世界仍有公道，罪恶不能姑息。世界仍有公道，罪恶不能姑息。诸位，当年穷奇道和不夜天城早已被暗设招阴阵，千疮百孔施咒者亦另有其人。蓝忘机，魏无羡驱鬼将军使阴虎符戮杀数千人，使人皆知，由不得你在这空口无凭混淆黑白。年岁虽远，但并非无迹可寻。